I'll shake.电网对僵尸有没有效果？那个大妈电一下弹起来了。哎呦，看来效果还不错啊。来，过来。来，抓我，我来这里。你走很慢哦，来，跟着我走。哎呦，过来吗？哎呦，你居然走在上面哎！我好期待你抓到我，来，我等不及了，赶快来抓我啊 ！Come on！ 哎呦！我来吸引更多只丧尸来！这个有那个免疫器哦，打他！他蹲下来了，哎呦！突然出现，来，再踩！哎呦！这样有办法杀死他们吗？有办法杀死他吗？来，再来！再来 ，Come on！ 换一把没有灭音器，哎，怎么都有啊？那我需要大量的丧尸，我换这个，这应该没有灭音器啊，声音好像不太够大。哦。来，再来，装子弹。哦，又爬起来了，真的走很慢哎。我们看看后面的丧尸。有，吸引到很多丧尸过来了。哇，这个大奶奶过来了，这样会爆吗？没有哎，真枪实弹的，来，黑人老兄，踩他快，爬上来，不行啊！去踩旁边那个好了，过来，哎呦，这样好可怕，我要站中间啊！超级电网，哎，发现这个电网对丧尸还蛮好用的。不行吗？这个人居然没有事，我换一把枪啊！这把枪好烂，这把 MK 没有子弹了，机关枪，好吧。来抓我！我在中间，没事。哟。哎呦，太有喜感了吧！来，再一次，一群的好不好？一群的。耶，这个陷阱太棒了！喂，这里我自己过不去了。哎呦，这个大妈居然跳起来了！不要过来！我看我躲在这里好了。
看一下他被电的样子。哦，所以我站的箱子也有电力哦。哦，越来越多丧尸了。无敌风火轮啊！哦，噗！OK， 我们这一次的模组介绍到这边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多多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。